六十二家，我是丁丁。好，今天我要弄我画的炭治郎和 Nezuko 的立体拼图。我打开，好，炭治郎是第二版本，祢豆子是第一版本。好，那先拼第二版的炭治郎吧。来讲一些关于鬼灭角色的故事吧。蝴蝶香奈会好了，她的故事比较短暂。她跟蝴蝶忍是一对姐妹，一起出生在一个家庭。结果呢，有一次家里被鬼袭击，他们两个的父母被鬼杀了。结果呢，他们快要受到袭击时，岩柱悲鸣于心迷，救了他们。之后，两姐妹便加入了鬼杀队，姐姐就成为了花柱。有一天，在一个街上，突然遇到每天被虐待、失去了感情的、要被卖出去的香奈乎，两姐妹当场收养了香奈乎，并带着她回到蝶屋清理。有一天，姐姐蝴蝶香奈会遇上了上弦之乐童魔。结果呢？姐姐要被吃掉的时候，太阳要升起了，童魔不能不顾自己，所以就直接回去了，只留下香奈会的尸体。香奈会在临死前对蝴蝶忍说一句话。你还是退出鬼杀队吧，像个平凡的女孩，开心的生活。OK，拍完了。好，接下来就等一下运的画面了，我先去找人。你等一下。那还有很多的柱，哟，幸好都吃。那这个嘴先检查一下，就跳过去了。哎呀，我的手！你的那个夹子，收进去。好。嘟嘟嘟嘟嘟。好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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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记得哦。这个步骤，请大人来帮忙。好，可以，不能让他们烫得过平，要让他们蓬蓬的。不要对哈，有，一次这样就好了，对。记得不能让他们太过平哦。好了，你看看那个有没有成功，对不对？那要组装一下。好，那现在先来组装，一点都不烫啊。好，首先最下面是这个部分，就要连接这里。这样看不到，对不对？那我把它摆这样子嘛。好，只要看得到就好。我找一个比较漂亮的面。然后呢，接下来旁边的就要连接头发，所以黑色的在这边，另外一边也一样。接下来头发的黑黑连接斗篷的部分就要用这个夹子，接下来屁股的部分，因为我有了解到这边衣服的部分，所以下面都有做粉红色。好，这样就完成了 Nezuko。没有拍到，这样下来对，这样很可爱。你看的话，也有做下面的腰带。
趴着呀、啊？对啊。接下来做喷气喽，对，先把它身旁边先拼好，然后呢，再来是上面羽枝，再来是下面它的队服。对付的这个要连接它的皮肤，嗯，不错。看来最终版就是这个了，不会再改了。接下来最后一个，因为我都有照它的格式，要是这边是黑色，那旁边就会是绿色；这边是黑色，旁边就会是绿色；这边黑色，旁边就会是绿色，因为这是头发，所以是红色。在我们家的天气可爱，两位都完成了蒜片的订阅哦。哎，对哦，来，这是我自己制作的版本。大家可以先，要是想要下做的话，可以一起，可以暂停参考。颜色格子的话是可以放大看，好，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拼豆影片，如果喜欢的话记得订阅，然后呢每天晚上6点都会出现票，那我下次见，拜拜。Let's go. 还没结束啊。Let's go. 然后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Let's go. 那你下次可以做翼羊跟蝴蝶。对，然后还有善意之主很多角色。